王妃娘娘，这样不妥吧？殿下他……殿下很忙，咱们就不打扰他了。吃饭，来来来，都给我过来吃饭。杜丫头，刚刚那一位是西周的荣乐公主吧？听说西周皇帝有意让荣乐公主和亲天灵国的打算。看样子，荣乐公主这一回是来相赴马爷的。是和亲又不是招亲，相也没用。嫁给谁不是他说了算。这可是狄公主，西周太子的亲妹妹，和亲到天宁来，横竖逃不出那几个人选。哦，哪些人选呢？太子、少将军，还有秦王。韩云熙深深看了顾七少一眼，轻笑了下，突然就停止了这个话题。吃饭，顾太医，不必拘礼，吃饭吧。听闻这位公主文武貌三全，心气极高，想必秦王之外的人是不入他的眼。秦王府极有可能出现左右两房正妃。这一回，韩云溪的手和嘴是彻底停住了。来来来，王妃娘娘，这马蹄糕得蘸醋吃，有味儿。你们慢用，我先走了。他开门出来，见龙飞叶和端木瑶并没有入包厢雅座，就在大堂中，距离他的包厢最近的位置。龙飞叶的视线追随到他下楼，冰冷之余，复杂的令人琢磨不透。车夫就在门口等，待会儿自己回去。师兄，听说天宁帝都槐花巷的夜市……端木瑶的话还未说完，龙飞叶起身就走。